没什么两样啊。说好了，只许看，不许说话。不是说好要烧房子的吗？烧房子？我可是堂堂三界主神，是不是不太地道啊？嗯，那他抛弃你抛弃我的时候就地道了。听话啊，听话。那你是不是也不准备质问他了？六万年了，好多事我都已经记不清了，这质问不知该从何质问起啊。嗯，哎，那我们上屋顶偷看吧。咱们呀，本身就不是从正门进来的，已经是无礼至极，上房顶偷看，那要是被白雪发现了的话，你说姑姑这脸可往哪儿搁啊？那他抛弃你抛弃我的时候可曾要过脸面？言之有理。你干嘛？飞盘圈脑袋。你不是说你不怕他吗？不是怕他，说不清楚。行吧，那你慢慢看，我先走了，待会儿在门口会合。你回来，一会儿迷路了。